太极拳对练，太极拳散手对练是按照太极拳以严式为主的，十三式捧、离、挤、按、裁、列、走、靠、进退，这是步子，顾盼研发定停下的式子，这十三式在太极拳的攻防运动中具体形成一个对练套路，体现出来。这一个太极拳散手对练，其中包括了太极拳的基本的攻防术，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平常谈到的手法哦，你用了几个什么手法，全部前掌腿，太极拳的五拳，中拳、指单锤、五锤，腮拳，劈身锤，斑斓锤，太极拳五拳，其他捧力、挤按、裁裂、走靠，然后成这一个对练套路，是更老一辈的武术家陈渊林先生编创的。我的老师沙国正先生，在陈渊林更老一辈陈渊林先生的这一个套路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了一些其他的没有的动作，把它丰富起来。我们现在演练的就是这一个太极拳的散手对练，它最具体的体现了太极拳的攻防手法、身法、腿法、眼法、步法。这个太极拳对练演练起来非常合博，能够增加你练太极拳的兴趣，能够提高你对太极拳攻防意识的认识。这一个套路它总有102式，现在我们把这个套路的每一个攻防式做分解练习讲解给大家。现在我们做起式，半面左转，两人相对距离1.3米到1.5米，其次手心相对，
上部，哦，扣部蓝罩衣，开合单边，哦，半面左转，两手心相对，骑士骑逃亡收回。送出，好，蓝罩衣，右手心向上，左手扶掌，在右肘部推出，开，有肩膀的宽度和你脸的宽度，然后顺势的单边，弓步，好，下一式夹。蓝手劲锤，如果你站的距离开了，垫步挑上步，蓝手冲锤，一退步单边挑完，下一式夹根部蓝网上步冲锤，一退步搂手进锤，好，再做一遍，从单边开始，夹进步蓝手进锤，再上步冲锤，好，一搂手进锤之后，当一冲在前头快到面前换步闪开，闪开他前头，推他的小背上步靠，一撤步右扶虎式，好，跳完蓝手进锤，根部蓝手进锤，好，推走靠，一左扶护式，夹踩开手，顶走躲开手，一推走，当一推走的时候，推开你的攻击点，离穴不在了，好，劈身锤。夹驼走靠进锤，根部蓝手进，推靠伏虎顶走推走劈身伏虎靠，好，左伏虎，劈锤退步闪开推。折叠，折叠冲锤，搂手混叠，皮靠夹左腹虎式，一皮锤，好，掀开换步，提手，折叠化开冲锤，楼开魂裂，这是同力将踩裂走靠的裂。在夹顶走的时候，一闪身推，让推开夹的攻击点，夹的攻击点被他推开之后，小背向前。这是靠踩裂走靠的靠夹。翻完才移手退步让开攻击点靠劈身伏虎，夹背向外撑掌化开沿粘连连随劈下来，好，换步躲开，这是提手夹化开按夹折叠，当夹按的时候他双手在这里，你无法
对抗他的双手，太极拳将化劲，让开，把他带开，反腕压开，不停冲拳。好，脚冲锤的时候，一向后坐，搂开夹的拳，右拳混捏，踩捏手铐，夹化开，一马分鬃。好，我们按反方向做一遍，从起势后的第一个单边。好，夹上步挑完劲锤，根部拦手再劲锤，一搂开劲锤，夹推走换步靠，好，夹顶走，一推走，夹劈身锤，一靠，夹左腹虎，一劈锤，夹换步提手，一推夹折叠冲锤，一进锤夹搂开混捏，一马分鬃，夹左腹虎右腹虎，一退步大礼夹急，一推按夹退步十字蹬腿，一搂膝指单锤夹混捏，一翼力穿梭。好，再做一遍。好，走。好，再做一遍。夹右腹虎，一大礼，急推按，一退步十字蹬脚，夹楼梯指单锤，夹混捏，一翼力穿梭，夹捧手劈身锤，一白虎亮刺，换方向做一次，夹右腹虎，一退步大礼夹急，一绕步按夹退步十字蹬脚，一楼梯直单锤夹混捏，一翼力穿梭夹捧手劈前，一白虎亮刺，夹左靠，一结背夹翻背双按，一双峰贯耳夹退步按化劲锤，夹推走，一结背夹再推走，一劈身锤夹化按，一压走。反方向我们做一次，一白鹤亮刺，夹上步左靠，一结背夹化带压，一双峰贯耳退步化压，一冲锤夹推走，一结背，这是一个擒拿法，推开一的走，破坏他这个离，一劈身锤夹左腿按化，一反腕压走，下面楼手混捏，一野马分鬃，夹穿手右腹虎，走，推按一化劲分开靠，夹回靠，下面夹抬手顶走，金鸡独立，一金鸡独立夹化，好，停下来，好。
好，下面反方向坐一次，移，画牙轴，夹，搂手，上右部混脸，移，一马分鬃，夹右腹股坐，夹按推，夹分手，右靠。 移回靠，下面夹顶肘，移金鸡独立，夹画按靠，移结背，夹换步，右分脚，移。 右搂，夹左分脚，好，反方向做一次，移回靠，夹顶肘，移金鸡独立蹬脚，夹画按左靠，移结背，夹换步，右分脚，左分脚。 好，夹换步，抬手，右靠，移回靠，夹换步，左捧，移退步右拦，夹上步，捧手，移左拦，夹劈身式。 夹抬手右靠，移回靠，夹换步捧，移左拦，夹上步捧手，移右拦，夹画开劈身式。反过来做一次，好，夹换步，抬手。 右靠，移，抬手回靠，夹上步捧手，移右拦，夹上步，移左拦，夹劈身式。好，下面接下去，劈身式，移，白色图形，夹腿部穿，夹换步。 高探马，移蹬腿夹白练腿，移下式单边下式夹再锤夹换步高探马，移蹬腿夹白练夹退步再锤，移上步右靠。好，我们回到正面。 做，移的斜飞式，夹，撤步伏虎，移皮锤，夹换步。正面我们再做一次，做，继续往下做，移的斜飞式，夹，伏虎，移皮锤。 夹退步倒拈猴，高探马夹移上步齐心，夹海底针，移，这是闪通背夹，含胸画背后带的手挥琵琶，移弯弓射虎，哎，反面再做一次。 好，夹伏虎，移皮锤，夹退步倒拈猴，移二倒拈猴，三高探马，移上步齐心，夹海底针，闪通背，夹手挥琵琶，移弯弓射虎，夹提手单边。好，移的上步齐心，夹海底针，移。
山通背，夹手挥琵琶，以弯弓射虎，夹退步提手，单边划开，划开提手单边，夹走底锤，以走底锤夹退步十字手。夹如风四壁，一如风四壁，推夹画上不双岸，一抱虎归山。反过来做一次，一上不齐心，夹海底针，一退步闪通背，夹手挥琵琶，一弯弓射虎，夹提手单边闪开，夹走底锤，一走底锤夹退步带开穿斩十字手，夹如风四壁，一如风四壁夹化开双岸，一抱虎归山，哦，退步夸虎，好，回到正面海底针，闪通背，手挥琵琶，弯弓射虎，提手单边劲锤，一按夹双按斩，一抱虎归山，夹一都退步夸虎，收势退，哦，扣步摆步，在上步穿斩，哦，摆连腿。转一圈，弯弓射虎，在左弯弓射虎，进步斑斓锤，如风四壁，十字手，收势，现在我给大家讲一讲太极拳的理学技击的方法一部分。太极拳在练习和对抗中最忌讳的是对顶
这个对顶就是同时两个正面的力量相转，所以讲普通一般在武术上讲就讲化劲，柔化的劲。太极拳的基本实三式：捧、离、挤、按、踩、裂、走、靠。这八法捧，基本上就这一个力量的胳膊延伸。 弹性的劲，武术都讲劲力。太极拳也是一样的劲力，但是它讲不对顶。捧一个弹性的力量，哎，野马分鬃，哎，挤，都是这个力量。捧、离、挤、按。 它这个按不是一个方向的，向下向前，它的意义还有 K 向侧边转，按推出，这是捧力挤按，在他的散手或者是推手对抗中，全部贯穿着捧力挤按踩裂走靠，进退顾判定。 这个定字，我首先讲一讲定，就是在一个地方停下来。这个定字不是一个固定死的东西，后学的人对于这一个问题有些知道，但是多数不理解。你比方，比如你遇到这个力量很大的冲击力量，啪向前顶，力量很大。 或者向前冲撞的，顶不了怎么样？这个定字不是固定在这，这个定字是可以转向的。这个，你比如说这个钱像这么冲撞，这个力量，这个定字好转过来，你根本无法抵抗的时候，定，定字正中定，这个闪开正中定魂中，我就打，就从。 让开他这个推，啪就打了他，让开这个，还有八极拳这个顶走，你接手往前顶，往上身，接了再顶进来，顶进来，八极拳这个顶走，对方化开我顶进来了，你不行，闪开正中定魂中，闪开，他这个攻击点闪开，啪，同时啪就打了。 这叫闪开正中定魂中，这是太极内传的一记闪开正中定魂中，这是定字。对方这个八极拳截了你的手，啪，把你顶出去。在这个时候一顶，我受不了，接受定。这个啪，这叫闪开正中定魂中。所以这个武术的。 进退攻防闪展都在内，像我们太极队练第一动，进锤，双方预备好，然后不对顶，我一挑对方太极拳的理学就讲究，不对顶不顶牛，顺势一挑走，他化，你进攻。 他挑，一挑向上，进攻，挑顺利，顺利的离势。好，我再顺他这个离向上，拦手，冲锤，他转腰化开，就进了。进锤的时候，我这一方在他前打出来的时候，好，退步，闪开，好，推。 在下面用的就是靠，踩裂走靠，推开这个时候靠，对方化开我的劲，后面劈身伏虎，这是劈身伏虎的用法。好，再做一次，进，打，进，化。 靠，当对方手攻击我，劈身伏虎，一闪躲，他全落空了。
解开这个手，秦老抬手，啪顶肘。他推向旁边一推，我这个肘失去作用的时候，这一节还在，啪劈身砸他头顶。他向上顺利一拖靠进来。作为我这一方，他靠了，闪斩让开他的离点，攻击的离点，不然这一靠就倒了。好，抬手拉下来，让开，退步，我的劈身。他劈前，他这一个手向外撑斩，顺利，顺境的劈下来，化烟走过来，不停换步踢手，推，在对方推我的时候，推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用一个力学，我跟他一样的力量，他两个手我起不来了，那只能化太极拳讲化技，顺着他的力量，化折叠，化开他这个力量了，再上去他又化开我的力量了，冲前搬楼向后，魂裂，这个叫裂手裂，踩裂走靠，太极拳的把法，裂法有两个，一个魂裂，一个压手，这个也叫裂斩，裂斩，一个就是魂裂，另外一个啪，这个也是裂斩，刚才这个就是魂裂，对方用的是野马分鬃，他这一捧就给我捧倒了，好，我截了他这个手，改开这个手，擒拿，一翻完。下来撤步，我劈身伏虎打他脑后，好，对方一方就走白步，我急他，对方推案，再下来，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退步，大离离这一个手，就是把对方有一个阴阳的变化，这个手心向上叫阳，方向下叫阴，阴极必死，死了就没得变化，到阴的时候可以变成阳，如果是两个人，他这么按着两边，他的力量跟我一样，但是在这个位置上，他两个手我们一样的力量，他两个手就有我两个手的力量，而且在这个位置，你看，如果是我这个手，这个是阴，手心向下，怎么按住，就怎么也抬不起来。太极拳讲化境，阴阳变化，阴的一转变阳的，所以转，按，变化，向上捧。旁离，为什么用这个阳手？放手就可以打，离击，这是旁离的用法。所以练习的时候就是旁离，但是在实战中，这个旁前面这个手就用阳手，啪，一离击出去，转到那边。按两个手，我一个手有100斤力量，他两个手200斤，我抬不起来了，化，化离不动，离，然后，捧完离，向后，引着对方啪，再挤出去。练习时候可以这样，用的时候，用阳手，阴极必死，用阳手可以变化，完了可以挤。顺利一千。如果你用三手了，把阳手一化，全部就打进去了。所以阴阳的变化要懂。练太极拳，练内家拳，练整个武术，你不懂阴阳的变化，没有阴阳变化，你没有用法的。所以这是捧离。对方一样的，我捧，对方。
推按起不来了，我一个手100斤，他两个手200斤，这个我无法起来，所以画，画闪开，再做，就这个样。所以练习太极拳的朋友们，对于这个阴阳变化，这个手滚动这个劲要懂，向上向下也是一样，向上捧之后，捧，对方放了手，一个手挤过来，哎，阴阳变化，哎，马上就变就进去了，这都是武术的用法。所以，武术要懂阴阳，捧手，野马分鬃变化，对方推，啪，向旁边一带，白布，哎，把对方的力引向外面，再做下面，你进攻的式子。对方野马分鬃，一个捧劲，腿扣我就倒了，好，我接手破坏了他这个力学，好，扯手，扯布，虎虎式打他后脑，哦，他穿斩扬手，白布上来，哎，一离我的重心失去了，我他离我急，改变了他，然后把他击倒，他趁机按，哎，我退步化开，在化这个基础上，两个手背滚动，分开，同时。十字蹬腿，蹬他，好，对方搂膝，哎，指单锤，这是指单锤，搂膝，指单锤过来，好，一化魂裂裂，对方再变，仍然是捧手，好，我截了他的手，再做。魂裂下面一你穿梭，再做一次，对方楼西指单锤来了，往后带手楼手楼开魂裂，对方化捧劲一你穿梭，在对方一你穿梭的时候，这个掌打到了，向后坐腿含胸让开他的掌力，向上捧劲，哎，捧劲的同时，然后皮拳砸下去，哎，对方化劲，白虎两次，这是白虎两次一番，对方白虎两次，我反劲了，蓝腿下来，哎，我靠，对方撤步接手。限制我的关节，这个时候对方的两个手100斤力量，我一个人一只手50斤力量，好，我化牵动他的重心带踢走，转过来摇，摇，对方化双峰贯耳，好，换步闪开对方的双峰贯耳，摇按，对方化冲前打，在打的时候推让开，对方趁机截我这个背，擒拿反我这个关节，好，破坏他的力，保卫我的关节，推开对方翻身劈身锤，对方劈身锤来坐化按，对方提走下牙，反关节，好，楼开仍然魂离，啪，对方野马分鬃，好，撤步，好，对方推按我，带以后我挤他按，化开分靠转他，对方回靠踩裂走靠，这是靠，好，下面我接手顶走挑挂，这是金鸡独立，
一横翻金鸡独立蹬腿，好反关节把腿划开，叉，我的肘顶靠，对方也接手，撤步，在这个时候破坏他的力量，用一个斜行的穿展，穿开撤步，同时分腿斜踢他，好，对方搂腿，落下。 穿开，再左分腿，好，收回腿来，接着对方的腿反擒拿带回来，靠向上，肩转，对方同时向后退，回靠，我又向后翻身划开劲，捧手，对方带，右拦。 右拦，我拾起重心的头上，划，在这个时候划捧手，对方在左拦，一样的划劈身，这是白色图形穿，这一圈是白色图形，不停高探马，对方蹬开我的腿，转身白练腿，对方下势，哦，楼手栽拳。 好，对方起来让开，用的是靠。好，我破坏他的力量，把他手向盘一踩，撤步，虎虎式，哦，对方拦皮前，烟走下来，到年后一，对方迎手，二到年后。 再迎手，高探马，哦，对方上步起身，夹住我的手，好，我将他的手向下一带，海底针打下面，对方拦，好，同时，对方已退步，打的是闪通背，好，撤步含胸，让开他的掌，带回来闪通背。 哦，对方一划弯弓射虎，哦，闪展勾开，单边提手，这是肘底锤打过来，在他肘底锤打过来的时候，哦，海底针，闪通背，弯弓射虎拦开提手，打过来十字手，对方推按，好，我双按对方分开。 抱虎归山，后面就是夸虎登山。在太极拳就是不能对顶，对方用这一个离的时候，你只能划开，讲究力学。你想的是对方很大的力量，比你大一倍、两倍、三倍，你对抗不了。一来，我划再向旁边，用这样的划劲。 这是中国武术太极拳的离袖最讲究的一个方法，就是避开他的实及他的虚，闪开他很大的力量，以弱小的力量及他强大的力量，对方很大的力量一万斤来，攻击这不在了，我1000斤打你1万斤的力量。 以小打大，以弱击强。如果你不用这个太极的原理，对方1万斤，你只有5000斤，必然被打倒。他1万斤的力量空了之后，在这个位置1万斤打过来让开，他1万斤空了，一带顺势顺利牵，太极拳借力打力，力尽抽个啪啪就抽起了。 另外一个太极拳的基本上一些拳法的用法，你比如对方的右拳出来，扳拦锤，什么叫扳？向下叫扳，对方左拳再出来，挂，右拳再出来，扳拦锤就打进去，这就是扳拦的意思。好，右左右打扳。
蓝打再出来，好，对方我一打，对方转身一推我的走，画我，好，下面一个动作如风似笔，对方推我，我倒了，画，这是如风似笔。所以这个搬栏锤练法，大家要明白它的意义。搬向下就搬挂栏，打出前切，搬栏锤如风似笔，这个螺旋劲弦出，再推，就搬栏锤，有时候搬，对方左手来，左前攻击我，把挂开，右手再来拦开，就打出去拦，对方闪斩攻击我的时候，这个叫搬栏锤，打了之后如风似笔推，如风似笔。假设就说包括三手对练，对方蹬我的膝关节蹬腿，搂膝就搂开他的膝按斩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楼西暗斩，转折的手阴阳变化，像对方的好楼开，我暗斩，他一侧身，好，这个手前头攻击来了，坐腿下面再来了，前腿楼开，就是这样，一二。所以做的时候这个步伐进退闪展，好，两个一打手，我用的是捧手野马分鬃，啪，这野马分鬃把对方扣定脚，昏倒，野马分鬃退步夸弧，好，扣步转身摆步，摆练腿，弯弓射虎，进步搬栏锤，搬栏锤如风似笔，好，起十字手，在练功练拳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这个，注意在呼吸上，舌尖轻天上颚，太极拳的要求身体形体端正，头向上，有一个顶的意识，下颌微收，舌轻点上颚，松胸沉气，你胸部一松，两肩向下一垂，头一顶，肩放松，你的气内脏向下一松，就能沉下气了。我练武术，在通背、形意、八卦、太极前的练习中，感觉就是说，含胸这个意义不是含胸，不是叫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，但是不是叫你缩成这个样，某种程度上是可以，在气机上呢，胸含就像一个大山谷，把你空开，这是含。八背，头顶，膝灵顶劲，头向上顶，这个脖根轻轻向上一挺，肩向下一松沉，胸腹向下都松沉了，然后你的内脏呼吸全部就能向下松沉起来。然后练太极拳的每一个动作，练武术也就包括了其他武术的方面，就不能有松弛的状态，每一个动作你都有高度的思想集中，任何一个动作，西部抱球就警惕对方，任何一个角度上警惕对方前腿攻击，有一种高度警惕的意识，对方的拳来的低，啪高，防卫攻击，怕对方来的低，对方来的中，一样的，
向外、向里、向哪一个方向就变化。太极拳腰为主宰。下面讲讲提手。提手最发手处的偏高，提是向上提的意思。哦，那个手上面，提手就是向上提，提就是提手扬式的，提手，就这个提。手挥琵琶两个意思，一个接对方的手，对方又牵来了，右手冲，哗，这是手挥琵琶的一个意思。另外一个手挥琵琶的意思，就是对方昨天向我上面进攻的手，右手上前啪就进来，啪，这是手挥琵琶第二个意义。